总之嘞，我一个想法就是，我觉得会很好笑。当你一直在咳嗽的时候，很影响你的生活了吗？怎样影响呢？请看啊。我已经生病咳嗽，很惨啊，生病很惨，很惨啊，整个星期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看医生，然后这个拜六跟礼拜都有活动要出席，要表演，你请我谁干？然后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如果你咳嗽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在家可以讲拍 vlog 关于你的咳嗽咧，我不可以就这样白白浪费我的咳嗽了吗？我每咳一下都好像要把那个肺吐出来这样，现在连我的声音啊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的肺，我的肺，全部呕完出来哦，割到。看我现在讲话没有声音啊？为什么？菠萝举那个。咩咩个？我单手我揸 camera。诶，可以啦。我的粉丝很珍贵的。怎样啊？怎样 ？Sorry。我这个哥哥比较粗鲁，不用紧的，不用紧的，我不会让他影响你们。这个什么？我带了这个就可以上太空了。总之我现在就是咳到连我的这边的 muscle 都已经是在痛了，然后我咳到我的 six pack 都出来了。走，看医生。我现在来看的这间诊所嘞，每一次来都排长龙， every time 我都不懂周末医生的生意要这样好。你看，真的是每一次来都排长龙，真的是够一场。周末你们周末这样喜欢生病？周末你们要来抢我的医生？好了，想象一下，我附近已经没有诊所，所以 ，sorry 啊，我回来看你啊，多人不用紧的，我可以等的。嘿，最重要就是这个星期六啊，我要唱歌给你们听啊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声音还有我的病养好。现在那个医生要等差不多整个小时，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啊，哎呦，这个什么来的哦？我的声音沙到僵哦，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哦。生病是什么哦？看医生来这么近，这个很好吃哦。OK 啦，我决定。我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半了，去一个 clinic， 好像要去到 Tokyo 的 Disneyland 排队玩一个游戏一样。要等两个小时多，即系依家啲病人多过医生啊，点算啊？你们啊，赶快去读医生啊！旁边有人啊，好像没有看过人家对镜头讲话这样。做 YouTube 就是要这样厚脸皮的吗 ？Very thick, very thick face。啊，不给。啊 ，Doctor 讲不可以有私隐，我们要尊重 Doctor。OK， 看完医生了啊，基本上医生讲这种是通病来咯。如果不是因为拜六礼拜有表演。拜六呢，就是我们 Steady Game 下午三点在苏爱旺，我会唱一首歌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玩 Steady Game， 还有哎呀，还有 Tomato。那礼拜就是我们 ATV 举办一个活动 ，LI Putra Jaya、Nicole 赖松凤、阿元啊、大神啊，很多我圈内的朋友都有来。你们想要来跟我们拍照或者跟我们玩的话，记得这个拜六礼拜到时见。然后医生就讲这是通病哦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真的是不会看医生，因为我超讨厌看医生，我超讨厌吃药，我喜欢自然疗愈法啊。到底为什么这个诊所？我这么多人啊，你看我已经来了三次都排满人了嘞。住 Clan Udama 的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问问看你们的爸妈，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doctor 嘞？你们可以跟我分享哦。Hello， this is my certificate study. Okay,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saya. Haoren H A O R E N. You got YouTube search. Okay. Macam mana cakap I love you? Nauni apa? Nauni Kadri Kirin. 我会的，以前有一个印度朋友教过我的 Nauni Kadri Kirin I love you。 好，现在要回家了啦，回家就做一些傻仔做的事。哇，我一回来就觉得奇怪，周末已经八月十五中秋节了，这样大个月亮在我的门前的。哇，我哥买的这个灯真的是好像月亮这样哦。这个时候不仅让我想起一首歌，月亮圆，月亮圆。没错，这只就是我们领养的狗狗。Lovey，Lovey。Up。你跟 Potato 一样啊，观众要看你 up 的时候，你又不 up 啊。Sit， hand， good boy。哎呀，冰，冰。好了。
真的要吃药啊，为了你们我会准时吃药，不然平时我看有医生的药基本上都是拿来丢在一旁。一直在咳嗽的时候很影响你的生活了吗？Potato, potato, potato, potato. 哎呦，电话没电了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。我觉得票客这样多，我真的怕到时候真的唱不到歌给你们。然后呢，真的希望我的病在拜六之前就可以好啦。然后我很期待拜六跟礼拜跟大家见面。如果大家得空的话一定要来哦，如果不得空的话要来啊，跟你讲。好了，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记得要 subscribe 哦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分享按赞。然后我接下来呢会继续做 daily vlog 给你们，希望你们每一天都看我的 daily vlog 啦，因为我会继续做更多的 daily vlog 给你们呢。